超过时间。手直接被卢俊祥给抄掉，前面一打一的机会，来看一下卢俊祥靠上去，左手直接吃掉了朱云豪。对，你这球如果只是这样身体给他，哇！不过一开始让小白是守得相当好哦。前面卢俊祥接过队友传球，直接上篮得分。卢俊祥跟博朗打单边，直接切进来，但是裁判看起来是给了一个进攻犯规，来回给博朗。卢俊祥底线的跳投，这个延续他第一节的火力啊，手感还是非常的好。对。卢俊祥这边啊，直接切到底啊，吃掉了小黑曾博玉。要为这场比赛来，加油加油！甩给了卢俊祥，这个三分的出手还是力道大了，但是又一次的进攻机会之后，卢俊祥到篮底下挑篮得分。对，这时候的两大就产生了很大的效果。嗯，比赛来到最后的三分钟以内了，卢俊祥的跑投得分。对，先交给Sorry, I can't talk about the game because if I talk about the game, I'm going to be suspended for the league. 就是他今天不会对比赛做任何的评论，因为他如果说的话，应该会被禁赛。And honestly, it's not a problem on your job. Sorry, but I can't say. 就是还是想跟各位说很抱歉，这个不是你们工作做不好，这是他自己的决定。那就是情绪，非常帮我们大家坚持的表现。很可惜这场球输掉了。那，我也从这场球错误中去学习了。Thank you. I'm sorry, but I can't. I love to talk about basketball, but I can't talk about basketball.